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奇葩的考试。考官带着404名考生一路狂奔了7个小时，100多公里，相当于从北京跑到了天津。但考生们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，距离未知，目的地未知，估计完全无法分配体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心理负担也会越来越大。就像这个小胖墩儿，当他用电脑分析往年猎人考核的资料，自信得出考核距离为40公里，全程都情绪高涨，一路猛冲。可当他跨过40公里距离的那一刻，考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小胖墩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，计算错误和长时间狂奔带来的疲惫瞬间压倒了他。猎人考核的变态才露出冰山一角，大半选手就已经被淘汰，在这其中却出现两个异类，小杰和刚刚认识的齐亚成了好朋友，两人边跑边唠嗑。这100多公里的马拉松竟然就跟散步一样轻松，甚至还能开开流利的玩笑。おっさん、先行くぜ。おっさんじゃねえ。俺はまだお前の友達10代だ。考官恭喜众人闯过第一关，可他们的脸上没有半分喜悦，因为接下来要穿过的森林被称为欺诈式的巢穴，这里有千奇百怪蛊惑人心的动物和植物，背上长满草莓，欺骗人类的耍剑草玫瑰，被踩到就会喷出毒物，让人长满蘑菇的地雷锅，还有模仿考官声音把人骗进陷阱的虎人鸭。总而言之，在这里一旦被骗就会死，要是跟不上考官，迷失在森林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可就在这时，騙されるな！騙されるな！そいつは嘘をついている！只见浑身是伤的男人从身后拖出一只猴子，众人顿时背后一凉，因为这猴子竟然和考官的长相惊人的相似。そいつは偽物だ！試験官じゃない！而这种人面猿猴正是栖息在欺诈师巢穴的动物之一，手脚细长，不善力量，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新鲜的人肉。想到刚才考官那非人般的脚程，考生们开始动摇。突然，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所有人。なるほどな。これで決定。そっちが本物だ。社会我所大，人狠话不多，谁能接下攻击，谁就真正的考官。